疫情期间不只是有防疫包，农民也合作推出纾压包。南投县内民间水利等等五乡镇的农民甲地方产业，在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辅导之下，组成土家好物。因的产品包括有油啊精油、单品咖啡、巧克力等等。现在只要民众买用任何一斤的产品，也会当收到其他小农或者是业者的试用品，希望让消费者有一款小确幸的感觉。还有这个柠檬片。原本只有买油啊、精油和香菇酥，结果收到箱啊内面竟然够水果干、红茶包、甲可可坚果等试用包。为着让大家在疫情期间会当有幸福的感觉，南投县内民间南投水利、第三国城等乡镇的农民和地方产业，是做会推出纾压包，只要买其中一斤的产品，就会送一挂其他小农或者是业者的试用品。我们会把不同店家的一些试饮包或是试吃的，像茶包、咖啡、果干之类的，通通放在您订购的包裹里面，让你打开你的这个订的包裹呢，里面有好几层的享受，都可以一次满足。所以呢，借由这样的方式来推动我们其他老板的这一些产品，我觉得这样子对消费者也好，或者对我们投家来讲，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销售。在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辅导下，南投县五个乡镇的农民和地方产业，是做会组成土家好物群聚。因在网络上全部拢有家己的官方网站，或者是 FB 粉专，嘛伫电商平台面顶设有卖场。大家透过互相串联的方式，希望将南投的好的产品拢行销出去。成员呢有酒柚，然后他们是做柚子，然后做精油。然后牛牛的话，它是做手工饼干，再成语庄园就是我们家是种可可，然后有卖茶这样子。然后一可文化的话，它也是手工，然后有卖苦茶油。然后鱼龙的话，它是有种葡萄；白露丝的话，它是咖啡的部分。然后卯茶屋他们家是卖茶，然后一顶香菇的话，他们是做香菇的；三伞阁的话，他们家是做观光工厂，然后是雨伞的部分，然后一仓枫叶做蜂蜜的部分。我们除了说每个都有在建立粉丝团，还有在虾皮卖场，然后我们还有建有履历，甚至有一两位是有机的，这个都是可以有一个追溯得到的一个农产品。很多农产品真的是没有办法卖出去的时候，农民苦哈哈哈。那消费者看到了那个价钱跌得很低的时候，未必也可以买得到合理的价钱。那希望借由我们投家好物这样以后建制出来的这个平台，可以为南投的这么多的农产的这些老板们服务。土家好物群聚在中央的辅导下，除了在网络上卖南投县的优质特产，未来也会推出游艇，欢迎大家做伙来认识地方产业。记者陈新昌报道。